你的小故事，我的大新闻，欢迎收看 People 公民新闻报。台湾有许多的光荣跟骄傲，可是也许一般大众并不知道。今天透过公民记者的用心记录报道，带大家去认识一支世界冠军的女子拔河队——景美女中拔河队。这一群从小练拔河的女孩子，她们拿下了去年2010年南非世界杯室外拔河赛的冠军，让人刮目相看。面对人高马大、经验丰富的国外拔河队，我们的黄山军显得瘦小而不具战力。在对手眼中，没有台湾的存在，真的能赢吗？连队员们自己也没有把握。